But there are issues about some.大家午安，有人上线了吗？午安，我还没有看到有人上线。好像有了，有了，有了。大家午安。先动。我自己在那边动来动去。Hello， 有人上线了吗？有吧，今天天气好好哦。对啊，今天天气蛮好的。对啊，但好像有台风，对不对？只是好像不会，不知道会不会来吧，可能扫到而已的样子吧，我不太确定了，只是我有没有到。大家午安，大家有没有吃饱了？有，吃很饱。你今天吃荞麦面吗？对，我吃荞麦面。对啊，大家午安。太热了。而且现在天气就是闷闷的啊，可是哎、没有，前几天还很凉哎、对，下雨一下热，之间就凉凉的、一下热一下冷，我也知，对啊，就是所以外套是很适合现在的天气，一定要搭配，对啊。秀娟跟你们说午安，午安。大家晚安。我们今天的穿搭其实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的，比较适合可以上班族的穿搭。上班那对，其实最主要是否上班族，但是如果你想要一般的时候的穿，其实你想要稍微变化一下单品就可以了。对，那像我们今天的穿搭，微微的这一套，他今天一穿，刚一穿好站在旁边，我就觉得这个是谁啊？因为我看背影而已，不认识的路人甲。很好看耶，你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我觉得好好看哦。其实我个人是蛮喜欢它这条裤子的，对，因为它这条裤子最主要是因为它是高腰，有没有高腰的？然后这边就是作为上，它下面这样宽下来的，所以其实它腰部这边看起来就会比较显瘦。然后因为高腰，外套穿黑的，对，它高腰的关系，它比例就很好。对，这边，而且它上衣刚好是短版，它上衣是短版的哦，对，它上衣只是因为它这件是高腰，所以它刚好把它遮住，这件就是卖得很好的短版上衣。然后它的那个，好，我先把裤子介绍完，对，先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对，然后它的裤子啊，它就是做的那种直条纹的那种细几何的图案的设计，这个、粗细的那一种，对，条纹。条纹的设计，然后看起来视觉上面看起来就会比较显瘦，因为它底是白色的，然后黑色这样子的条纹的看起来视觉上就会很瘦，然后腿就会很长，因为它是这种宽松的阔腿裤，所以其实穿起来很舒服，然后不紧身，它不紧身，然后穿起来很舒服。而且不要看它是白色，它其实不会透、哦，它不会透。里面是不是？对，它的里面这边。这边它的那个内里短裤内，对，有个短裤内里在里面，这很贴心，因为其实通常雪纺的材质，对啊，还是会一点点微白色的话，就会大家比较担心是这一块，因为它这一款里面有一点那个小小的那个短的内里，所以就不用担心会曝光，而且材质也很舒服，很凉，好看，非常好看，它看起来腿就很长，很有态度哎，对啊，很好看呢。然后它里面的那个上衣呀，它口袋哦，对，它里面的上衣我偷偷把它拨开，对，这上衣是黑妞的最爱。它是这样子大 V 领，对，如果你身材很好，像黑妞身材很好的人，其实我觉得她穿这个上衣真的是暴乳的那一种，很吃香，真的很吃香。它是这种短袖的、短袖的上衣，然后是短版的，它有两个颜色，黑色跟白色，对，那黑色当然会比较百搭，比较显瘦一点点，它是这样 V 领的设计，所以它其实那个脸部这边的比例线条就会很好，就会拉长它的比例，看起来就是脸就会比较瘦。对，因为他的脸是比较瘦长那种感觉，没错，看起来这样子比例就很好。这件上衣真的很百搭哦，这个很推荐给你们。哎，这件上衣黑白色都卖得很好，没错，它是棉质的。其实现在这种天气这样穿啊，其实很舒服，刚好，而且还会吸汗。是的，没错。然后它这个外套，西装外套，我们一直从今年开始一直跟大家讲说，西装外套一定要有一件。如果你已经下手的人呢，已经有买过的人呢，其实你就可以像伟伟这样子搭，很好看。上班族其实搭西装外套是最基本最必备的，但是如果你想要休闲服的穿搭，其实你搭西装外套也是可以很好看的。你不管丹宁的系列，或者是度假的洋装，对，因为现在天气好，其实就算不能出国，我们可以去中南部玩。也中南部有很多地方其实也 像度假村，对啊，或是度假的感觉，或是花莲啊，靠海的啊之类的，
也都很好看，所以像西装外套已经不是只有上班族可以穿而已，你任何的服装其实都可以搭西装外套。而且你看哦，就上衣是素的，就是其实每个人的家里应该都有素的黑色或白色这种 T 恤类，然后搭配一件就是可能有一点特色的长裤，再搭配西装外套，就是里面的单品都是简单的，对，不会太复杂，很简单，它的色彩只有黑跟白，它已经没有其他颜色。讲得我人生黑白，人生走黑白，对，所以它这样整体搭起来就是很有态度，对，然后很简单又很利落。对，我觉得很好，而且这件长裤很长，然后我觉得它是高跟女孩可以戴的。然后像我觉得，因为我159，我觉得它穿对我来说，它穿起来会差不多及地了，所以。如果是160以下的女孩要穿的话，建议鞋子就是穿像我这样有跟的鞋子，对，因为它的长真的比较长一点，所以还是要穿有跟的鞋子会比较好，怕会踩到。因为像这种比较利落、比较的这种长裤啊，其实你要搭有跟的，对，会比较好看，比例就会拉得很长，然后就会看起来腿很长，对，身高很高，其实它只有159而已。对，我看起来应该有多少？有没有190？有没有看起来应该有170吧？对啊，就看起来比例就会很好，因为它又是做高腰的话，你的脚的那个长度就会又更拉长，然后又加上你又在穿有跟的鞋子，对，而且这双像我们这双鞋子啊，其实你这样看、它是有跟没错，可是它是粗跟的，它是粗跟的，它是稳的，它会，它很稳，它是粗跟的。这双鞋子我其实我蛮推的，因为它其实可以当外出鞋，然后也可以再当，你可以当拖鞋，对啊，对，当外出鞋，其实就像我们两个这样就可以穿出门的。它其实是休闲，但是又带点就是那种正，比较稍微有点小正式的感觉。对，所以这一双其实外出鞋、拖鞋都是可以穿的，然后它很好走，它真的非常非常好走，很就像我们这样子很简单，可是就是很好看。请问今天会介绍红色洋装吗？你有想要看哪一款吗？你可以贴给我们看一下哦。对啊，可以，因为我们目前我们是有网上也有，对，有好几款啊。我们是有我们自己的排程，那你可以贴给我们，如果我们等一下有时间可以穿给你们看，好不好？可以许愿，对，可以许愿，但不一定实现。哎，对。然后它这件外套啊，它的特色就是，这款呢，其实我们的西装外套里面是比较偏相对偏长一点点，对，可是那个长度不是到很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它有遮到我的屁股下，对，它遮到他的屁股下面。那其实我这一款呢，其实也是西装外套，但是就是没有像它这么长。对，因为我们两个身高不一样了，所以你看起来好像是一样。对，其实我就稍微没有它那么长，可是它也稍微长一点点而已。黑色这一件，对，然后它是这样子，前面是这样四扣的银扣，然后它的特色就是这个袖子，它袖子如果不卷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可是不卷就是一般的那种西装外套的感觉，对。然后卷起来的话，就感觉比较休闲俏皮一点，就像这样子。对对，其实它这个那个直条纹跟它裤子的条纹是互相呼应的，很好看。哎，我们还没有跟大家讲这次分享，爱赞加分享啊，爱赞是什么？就是我们1000元的购物金，1000元直接让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对啊，比如说我们一件外套1680，对不对？1680，你只要再付680，六百八一件西装外套很小，再加运费，就好了。很小，没有。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西装外套现在好礼3选1，你只要买一件西装外套，然后就可以送你下面的3个品项，3选1，有一个微笑的项链，然后还有一个那个素梯，三色的素梯，还有帽子，那个草帽，对，草帽，对，草帽，哦，不是。那个渔夫帽，渔夫帽，哦，不好意思，我记错，渔夫帽，蓝色的那一款不是驼色，傻眼，傻眼，为什么太多了？是驼色啦。哎，那这样子说有衣服又有帽子又有饰品，哎，就看你们有没有缺什么，就可以搭配。对啊，好礼3选1耶！你只要买一件西装外套，就可以送你。那个、三选一，一个就是微笑的项链，一个是素 T， 三色素 T，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驼色的渔夫帽，好礼3选1，这个真的很好康耶。对啊，我觉得很好，而且我觉得帽子可以拿，反正现在那个帽子卖得很好，其实是可以搭配的。素 T 更不用讲了，更百搭。对，然后项链就是你可以穿衣服的时候就是搭配的一个饰品。我觉得黑妞都帮大家想的好好哦，那除了衣服因为我觉得那是他私心，还有美人鱼想要的东西。对啊，项链已经有了，然后帽子。
子也有了，然后饰品也有，都帮你搭得好好的，其实你可以自己再去搭配你自己的衣服，我觉得超划算。好礼三选一，大家赶快去下单，只要买一件西装外套就会送你三样的其中一样，你可以任选哦。对，可以任选。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任三件的1650的活动，上礼拜已经跟大家讲了，已经有开跑了，别忘了你现在看到的这些商品，可能黑妞今天明天后天都会偷偷的再换一件商品进去，所以呢其实你每天都可以稍微逛一下，如果你已经有逛到你喜欢的衣服，你不要再犹豫了，你直接去下单吧，因为可能明天他就把这项商品抽掉，有可能哦，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赶快去下单。现在我们有三件任三件1650专区，这个专区真的很值得逛哦。对，上个礼拜也有跟大家说，是的，有很多上衣啊等等，把很多东西都在里面，真的很超值，任三件1650的专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有连结。然后还有呢，就是买西装外套好礼的三选一，我们西装外套有一个连结，可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对，你只要买一个就可以送三个，选一个。对，很多很好康的。西荣说想要看吊带铆钉短裤，我们今天有安排哦，会穿给你看哦。啊、有，那件很可爱，它是铆钉吗？它应该是有点小水钻，没关系，我们等一下穿给你看，那件超可爱。铆钉啊，好啦。对，那件很可爱，那件超可爱的。对对，所以你要那个要看到最后、哦，你要看到最后，因为我们待会会穿给你看。对，因为我们有排程。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这一身，我今天的这一身其实是黑妞的最爱，哦、他超爱这件洋装。不瞒你说，这件洋装黑妞一字流带走了。这件西装外套呢，它每一个颜色都包色都带走了。这个帽子呢，它也有带走。鞋子它也有带走了。我身上的每一个单品，它已全包了。对，因为这些单品。每一个单品都很百搭，尤其是这个西装外套是真的今年的今年一整年不管是春夏秋冬都是可以搭配的西装外套，它版型裁剪的非常非常的好，也很利落，然后也修身不紧身，对，然后又百搭，所以这一款西装外套很推荐给它大家。它有六个颜色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对，有灰色、橘色、白色、黑色，然后还有粉色，以及我身上的卡其色，都是很百搭的颜色。那其实大家可以真的，如果你没有穿西装外套习惯的人，我真的很真心的推荐大家，你可以买一个颜色。没错，现在正是好。对，你可以买一个颜色回去，或是买这边的任何的一款，因为这边有不同款，你可以买任何的一款回家，你一定会爱上西装外套，因为真的很好看。对，然后像我这一件我就这样，因为我的里面的颜色啊是比较简单的黑白色，所以其实我外面搭的颜色就也比较素一点，当然其实这边每一个颜色都是可以搭的，因为黑白色系的其实每一个颜色的西装外套都是可以的，因为它不会搭起来都不会很奇怪。对，然后像里面的这一件洋装黑妞的大爱，其实昨天还前天他一来的时候他就很喜欢，他就自留把他带走。你看他有口袋耶，我个人很喜欢有口袋的衣服，所以其实我对这件，其实我今天穿起来我觉得哦好舒服哦，难怪黑妞会这么喜欢。它是雪纺的材质，可是它不会曝光，它不会很透，因为它的颜色的关系，因为它有黑白这样子混在一起，所以其实它不会让你穿起来看起来会透到里面去，然后又有口袋，然后前面这边它有扣子，它就是有几颗扣子，有没有几个扣子，可是它不是整个扣子到最下面哦，它就是我上半身这边有扣子，就这样而已。对，然后黑妞他也有试过，就是那个在旁边就是再加个腰带也可以、哦、对，我教给你们看，因为像这个袖子刚好是这样子做，这样子七分袖，对，所以就很舒服，这样宽宽松松的穿起来就是很舒服。然后我160公分，长度穿起来大概到我的小腿肚，然后侧边有这样微开叉，就是一个小小的特色。那当然这件穿起来，很多人可能会说孕妇可以穿吗？如果你是孕妇初期的话还可以穿，因为它其实它是雪纺的材质，它是没有弹性的，所以其实你看我穿这样子，我穿这样，我觉得大初中，我这一款是 S 号，应该都可以。对，我这是 S， 然后它好像只有两个尺寸 ，S 跟 M。S 跟 M。S M， 我是穿 S 号，对 S 号。黑妞也是穿 S， 我们都是穿 S 号，对。所以其实你初期的话，其实都是可以的。但你后期，我不知道你肚子会多大，但是如果是初期的妈妈们，她是可以穿的，然后就这样宽松的版型。那很多人会有时候觉得说，哦，我喜欢有腰身啊，这样宽宽松松，看起来好像就是。
比较慵懒，没有精神，那没关系，我们家有很厉害的腰带，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你看这一款腰带，它是菱格的腰带，然后前面就是那种金跟那个皮革的混搭在一起。那我搭给大家看，除了你简单的这样子的衣服以外，你可以再搭个腰带，其实会更有特色。其实它就是这种细版的腰带，你就是把它这样细起来，稍微用给大家看一下哦。这款腰带大家有没有入手啦？它卖的真的很好。这款腰带真的很需要、哦。对啊，其实你就这样用起来，稍微是这样子，然后你可以再稍一点拉一点点出来，拉一点点出来，是不是感觉就不一样了？感觉就稍微不一样了，对，有没有另外一种感觉？对，都可以看你喜欢的风格。你从刚刚变得比较休闲一点的，现在变得就稍微有一点点特色感的洋装，然后就这样简简单单，很好看。所以其实腰带不是只有可以用裤子、裙子、下着以外，其实像这样子比较宽松版的连身裙，你家如果有的话，其实你都可以拿出来这样子搭。而且像这个腰带质感真的很好，你买一条回家，其实你很多衣服都可以搭配。我个人是觉得腰带很值得购买，而且我们家腰带真的有很多款，品质都很好，你真的可以去挑一下。对，然后请大家记得，我们这次呢，只要帮我们按赞加分享，下礼拜二中午12点会抽出一名购物金1000元给你。得到了之后就是官网任你买啦。对，官网任你买，你可以使用购物金，然后官网任你买。微微来了，等我。我们1650的专区，赶快大家去看一下，因为真的是很超值。我们内容很丰富、欸，没错 ，CP 值很高，上衣、下着啊、配件啊都有啊，而且时不时都会更新。对，时不时黑妞偷偷都会更新，所以真的有空就去看一下 ，CP 值非常非常高。好嘞，好了，你来了。好，我介绍一下我身上的。我知道，我拿了。好，那我现在身上就是一件连身裙，然后跟牛仔的那个外套，然后但是这件牛仔外套是短版的、哦，是短版的，它尺寸有到比较大一点，因为它版型就是偏小，所以你可能自己拿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它的那个尺寸。然后它的短版就是像我刚刚如果穿那种高腰裤或是高腰裙之类的，你配短版的就很好看。会，它的那个线的地方就很刚好。是的，它是从 M 号到 2XL。你平常就是选穿什么尺寸，你可能就要再就是带大一号这样子。对，因为它就是比较小一点点，比较合身，它就是算比较合身的那一种。然后再来是我里面这件连身裙，其实这件连身裙，我们去年有出很多类似款。去年我们直接有一款，只是我们去年只有出你身上的黑色，因为好像这件很眼熟。好，是的，这件就是我们去年的那一款全黑的，然后它的袖子是可以那个绑起来，对，反折卷起来之后，它里面有一个绳子，可以这边扣起来，这样子变成短袖。那它有另外一个颜色，这是今年出的新色。蓝色是蓝色，一定要有的蓝色，很好看。这个蓝很好看，它这个蓝很衬肤色，然后又很适合夏天穿。而且它的长袖，哦，它是卷起来是不是？等一下哦，我拆一个给大家看。而且我觉得这一件，因为其实相反，这件我昨天有偷试穿，它很舒服、欸。这件很舒服，就算，那这件当罩衫穿超美的。真的，我等一下跟你们讲，你看它的长袖，它长袖这样子。它其实会蛮刚好的到我的那个手的地方，就会假如说像有现在这个时候正中午的时候，就是太阳比较大的时候，但是我们又不想要再多穿外套啊或什么，然后也不会想要再多穿什么长袖，这件就可以拿来当就是遮阳的，因为它的长度够，然后它也可以当罩衫。什么罩衫？因为它就是整排前面整排都是扣子，到最下面都是扣子，所以其实它可以当洋装，然后也可以当成罩衫。对啊，它真的是 CP 值很高、欸，就是一衣两穿。而且你知道，就是如果以当罩衫来说啊，就是目前我跟黑妞我都觉得那个当罩衫蓝色很胜。对，我觉得因为颜色吧，我觉得这颜色真的很漂亮，颜色
颜色很夏天，然后又很橙肤色，这个有点像水蓝，水蓝色嘛。对，然后微微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带灰的感觉，对，一点点而已，一点点而已。你看，它可以全开，就变成那个罩衫，然后它的腰间，我黑色比较不明显，它的腰间有绑绳，这里有绑绳，你可以自己绑，像我穿变成裙子的时候，它就可以把它拉起来，这里拉起来就变成有腰身。对，变成有腰身，就我觉得这件很不错，它可以一衣两穿，当罩衫或者是当连身裙都很 OK。然后你像当罩衫，你里面就是穿个可能短裤或者是牛仔长裤，然后一件束 T 就可以出门了，就是薄轻便，收也方便，就不会很厚重，觉得很棒，很棒。对啊，因为你知道像我，其实我跟兜边甚至是黑妞，他们真的都是 M 号人，可是其实你看他们真的穿这件，我觉得哎看起来很瘦哎、欸。黑色真的会显比较瘦一点，是真的。嗯、然后我的脚上又是搭配我们刚刚那一双、啊。对，还没忘了跟大家说，这一件的尺寸也做得很齐全哦。这一件从 S 到 2XL 哦。这件尺寸 S 到 2XL，S 到 2XL 可以选择。那这件就是正常版型，我们就是穿 M 号。对， 159、150穿 M 号，我。我不然是谁？我啦，没有，因为讲的好像很不熟一样。没有，就是我就是他。对，然后就搭配我们刚刚那一双鞋子，你看有跟的，这样的话比例就会也比较好一点，拉长一点。这个外套的 CP 值真的超高，因为去年黑色真的卖得太好，卖很好，今年的黑妞特别又新增了一个颜色，而且颜色超美。2020就是蓝色年，对呀、啊，经典蓝啊，所以就是新增了一个颜色，打开就当罩衫，然后像这边前面，如果你觉得这个抽绳这边很碍眼的话，你可以像这边把它稍微自己绑起来，对，然后绑起来就会比较有点特色，然后当罩衫穿是对的，而且它有口袋。它有口袋哦，你里面如果穿短裤、穿长裤，然后像要搭个这个罩衫很好，而且它这个材质是棉质的，很舒服，然后是也是很轻的，轻薄的，没错，适合夏天，可以一衣两穿，很棒，真的，一衣两穿非常超值啊！你一个价钱买到两种衣服那种感觉，对啊，然后你袖子可以卷跟不卷，卷是这样子，微微现在手上的嘛，对不对？然后不卷就是这样子，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 CP 值非常非常非常高。去年有买这个的，我觉得你今年应该会想再买这个颜色，因为真的太好穿、第一，因为你知道它材质舒服，就是很亲肤，然后又不会闷热，因为它薄嘛。对，對去年这一我维身上穿的这一件的黑色，有一度大概有一两个月都是我们的排行榜冠军、哦、没错，冠军，因为它卖的实在太好了，长袖，它就是到我的手、啊、那个手腕这边。你知道它这个当罩衫、啊，如果你下面就昨天黑妞才讲说，你下面其实如果是搭那个大宽裤，就是非常有型哎、欸，也很有态度，嗯、很有态，很好看、嗯，对，所以说这一款其实秋天跟一年四季都可以穿，对，算一年四季，因为你外面再穿厚外套就可以，对、啊，而且它又是长袖的，你把它卷起来，现在夏天这样就可以穿了，对，然后很舒服。春夏秋啦，我春夏秋，冬瓜可能就比较有点薄，就是要搭厚外套，都要搭厚外套，然后里面可能再搭个裤袜，就这样子，嗯嗯，对。所以其实 CP 值很高，很高，有口袋，而且又显瘦，对，显瘦有口袋，又有两个颜色可以选，又可以当洋装，又可以当外套，对啊，非常值，没错，超值，非常推荐给大家。对，然后请大家记得帮我按赞加分享，下礼拜二中午十二点会抽出一名我们的购物金1000块钱，就直接给你咯，可以让你直接到我们官网上面去买衣服，很超值，你可以买西装外套好了啦，1680。对，我觉得我刚刚一听到你讲完就是一件我们1680，然后你又如果抽到购物金1000块，我就大心动，对啊，而且用三选一耶。而且你看我们送你好礼三选一那些的单价，你再扣掉，其实说真的，你要付的钱真的不多，可能1000出头而已。干、嗯、嘛的两个人在？因为我在跟他讲，我就突然之间好一副很感慨，我在跟他讲话、然后他很认真在给我拍照，在那边定定摆 pose 这样子。那我觉得，那我不要讲话好了，不然我们是拍出来照片。人家嘴巴又很臭。对，然后他自己很默默在旁边不讲话，然后拍点照片。你知道我们有很认真的就是思考过，为什么就是每次直播结束后的照片，我们每次看都觉得奇怪，为什么就是衣服很漂亮，可脸都很臭。豆边跟伟伟拍起来，怎么伟伟就是效果就是好？对。我们后来真心的发现，因为豆边一直在讲话，所以他永远就会拍到，你知道，就是有点就是眼歪嘴斜。没错。然后我是已经习惯，我是没啥，但是我刚看到我就有点。
有点不是很爽。对啊，因为我在跟他讲话，我希望他回应我，然后他就是看着镜头，然后回我这样，然后也不跟我讲，后来就很生气，因为我想要吃他太晚了，很生气。然后我就是一直在讲话的那个照片，然后就很丑。你们懂吗？你们懂吗？你们懂我的感受吗？超漂亮的。你们懂我的感受吗？好啦，我要介绍我身上的这一款。我身上的这一款也是卖得很好的一款洋装哦。那其实我很能理解为什么这件可以卖得那么好。第一个就是它弹性很好，它弹性很好。然后其实呢，它这件衣服其实对于身材不太有限制，因为它是和服式的穿法。你看我这边，我没办法拆给你们看呐、啊。它就是一件是全打开的衣服，然后这边左右边有线，然后穿过去这边出来，然后你可以自己绑你自己的，符合你自己的腰身，所以其实它是不受限制、不受限的。然后它又是有弹性，有没有？它弹性又很好，然后看起来就是会很显瘦。而且我觉得最主要是它长度够，它长度是够的。我160公分穿起来到我脚踝，所以矮个子的女生其实你可以像我一样这样子穿跟鞋，然后高个子的女生就更没有问题。那因为它长度够，所以其实你那个比例看起来就会很修长，对。然后最主要是它的颜色配色我也很喜欢，它就是做那种粉红、黑色、白色的几何的图案，对，就是很特别。然后它穿起来就会很显瘦，然后前面是这样 V 字领的，所以其实如果你今天胸围很丰满的人，你别担心，因为其实这个都是可以自己，因为它是这样交叉，其实是和服式穿，对，就是可以自己去调整，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件也卖得很好哎、欸，客人都还说那个颜色很漂亮，很喜欢。对啊，这件很美，然后而且重点是，虽然是和服式穿法，可是你看我这样走路不会曝光哦，完全是不会曝光的，你不用担心说开叉开到哪里，然后曝光到哪里都不会。所以这件其实是很多小细节都有帮大家做得很好，然后长度是七分袖，很适合现在的天气，对，不用担心，这件很好看。这件其实我觉得也是黑妞的菜、欸，我觉得我在镜头前面好荧光哦。对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很还不错的是，它是 V 领的设计，所以其实是很修饰你的脖子这边，很修饰你的脸型。脸圆的女生呢 ，V 领的这种衣服赶快带回家。而且像这样子的衣服是不限身形的，其实我觉得不太受限你的身形去穿搭，我觉得也很好看。那像这种衣服怎么搭外套呢？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搭一个像这样子的，如果你想要休闲一点的话，你就搭像这样子的丹宁的外套。这样就很好看，有没有？你带一个丹宁的外套，就是比较休闲风，这样很好看。对，休闲风，短版的，这样子那个比例拉长会比较好，我觉得很好看呢。而且我们这个外套啊，丹宁系列的外套是牛仔外套，一定要衣柜要一件，而且我们这件质感很好，它是短版的，所以其实短版的，其实我觉得衣服蛮好搭配的。我比较不会受限制。短版牛仔外套真的要有一件哎、欸。对，因为你的衣服，可是你的裤子是高腰的，你的洋装像这样子，如果你是长版的，可能那个比例就会不是很好。但是如果是像这样子短版的，你的比例就会拉得很好。因为其实我自己也只有一件牛仔外套，但我就是短版的。对，因为其实像牛仔外套也有分 oversize 的 ，oversize 的型就是我觉得比较属于雅痞风，比较慵懒风，可是它并不是每一件衣服都可以搭配，因为像有些衣服是比较气质型的，那你又穿那种雅痞风，就可能好像有点怪。对，如果你是气质洋装，短版的洋装就短版的外套就会比较好搭配。是的，对，像这种西装外这种的牛仔外套一定要，而且它质感很好。我再拿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对，它质感很好，而且它颜色很漂亮，它穿起来会比较修身。对，修身，它颜色很漂亮。复古刷破那种感觉，很推荐哦。对，推荐给你们哦。哇，你在穿爆款哦。对啊，因为爆款，所以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件应该也出现，很常出现在我们的直播上面，因为它真的卖得很好，好不好？而且又很好穿。这件兜边他自己很喜欢，他说因为穿起来现在这个天气穿超舒服。我其实一直不懂为什么喜欢，就是素素的一件连身裤为什么会这么爆。然后我想我自己去穿的，我才发现，哎，它真的是很舒服，因为夏天到，它的材质是很清凉的那一种薄的，然后因为它又是做宽的，所以不闷热，你感觉像没有穿衣服啦，就其实好像没有穿裤子在身上那种感觉，轻飘飘那一种。然后它又有口袋，这边有两个口袋大，我觉得这个口袋算蛮大的，一只
那个手机放进去是可以不会露出来那种感觉，因为它整个很大，它整个把我手掌放进去，然后它后面又两个口袋，然后它后面它的这一件，它这边是有拉链的哦，它是后面有是拉链，对，已经是拉链。对，然后它的前面这个是粗的，粗肩带，我觉得粗肩带还不错，因为怎么讲，感觉比较会把你就是这边手臂的视觉啦，我觉得手臂的视觉有稍微修饰到一点点。对，然后里面的这一件不是一组的、哦，这是分开来拆开来的单品。你看你自己想怎么搭就怎么搭。对，这件 T 恤就是我们那个外套，西装外套买一，然后这个是其中一个送的，三送一的其中一件。这件就是那个 V 领圆领的，然后有三个色，黑色、灰色跟白色。然后我是白 V 领，这件是白 V 领哦，这样穿起来，因为我的脸又比较偏圆，所以我就是拿 V 领的，其实对我是比较友善的啦。对，然后但是如果你是像豆冰一样，就是脸比较瘦小一点的话，你可以选择拿圆领，对，你可以选择拿圆领，因为你的脸就是已经比较瘦、比较尖的话，那你又再拿 V 领，可能会显得更。对，视觉就是太长的。 对视觉会太长的感觉，对，太长的感觉。对，然后维维身上的这一件连身裤啊，它是那个四个尺寸 S 到 XL， 版型正常，按照正常尺寸拿哦。它就是其实真的就是这样宽宽松松，很舒服。对，因为其实就是它虽然说有分尺寸，然后我是穿 M， 但其实你看。他其实对我来说还是算很有空间。对，其实伟伟他们就算是要穿 S 都是，其实对，我觉得是可以的，就看自己啦。这件那个黑妞，他去年他也有穿去冲绳，他也说很舒服，很好穿，因为就是冲绳也是属于比较热的地方嘛，对，就穿起来都很舒服。就像伟伟刚刚说，你就不会觉得你自己好像有穿裤子的那种紧紧，因为他感觉真的是没有穿裤子的感觉，很舒服。然后它屁股也会帮你，就是假如说有些女生可能臀部肉比较多一点的话，这件就会帮你藏起来，对，会帮你藏起来的感觉。对，它有修饰到。对，有修饰到。然后你看我现在的脚的鞋子，这双鞋子，哎，豆冰也有穿，它是白色，我穿的是黑色。这一双就是也是卖得很好，它是。就它的底是很软的，底是很软的那一种，拿白色的，没错，底是很软的那一种底，这样子，你看它的底是，对，很软，就是你走久也不会脚痛的那种鞋子。然后它前面就是很多钻啊、珠珠啊，就是一双全白的鞋子里面，你可以有一些点缀在上面的话，这双鞋就会跳出来，就是不会显得太单调。因为像我整身都是可能看全素的连身裤，然后全素的白 T， 那再加上一双有个有一点点转的鞋子，其实就不会太显得太无聊。对，没错，我觉得可以让我们介绍蛮好。我刚才就我站在他后面，我知道，然后把东西讲完，然后我都不插任何一个嘴，根本假，这样我可以才可以拍美美的照片，根本假。你这一顶是不是就是那个？对啊。这顶是那个三选一的其中一顶，是的，是的，那就是三选一的其中一顶。对，三选一，你很过分，我知道。他刚才跟我讲话说我不理他，我就在拍照，烦呢、欸。然后他一看到我在拍照，他就立马定格，然后不讲话也在拍照。啊，我不讲话。对，好了，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刚刚跟大家讲说那个买西装外套好礼三选一的其中一顶，这顶是不是很好看啊？它就是那顶帽子。对，这顶超好看的，给大家看一下，超好看的一顶帽子，好礼三选一的其中一个，还有另外其中一件衣服就是伟伟身上的这一件，它有三个颜色，圆领跟 V 领，黑色、灰色跟白色。那我们今天示范的是 V 领的白色，这一件是莫代耳棉，对，它材质非常的好，弹性也很好，很亲肤，所以这一款真的真的真的真心的推荐给大家。对，你赶快去买一件西装外套，你就可以选一件，这件就送给你啦。其实这件衣服它就是平时这样的话，它可以拉平口，对，或拉鞋，因为它这件弹性很好，它弹性很好，它可以拉到这边来这样。哦，我里面的这件不是哦，是它这一款，对，我的才是，对，就这个这个，然后再加一个项链，三选一任你做挑选。那这三个东西其实都是很百搭的，只是看你现在的单品缺什么，你就赶快去选那样商品，赶快哦，这个。活动呢，应该是随时会喊就停。黑妞的个性说停就停。那我们目前已经开跑了几天了，所以赶快大家赶快去下单吧。然后我身上的这一件衣服呢，其实跟刚刚伟伟的，其实我们有点互相呼应，都是做这种宽松的
阔腿裤，那其实它材质也是那种很舒服的雪纺的材质，它非常非常舒服，而且这个颜色应该是我们家还没有出现过的连身裤的颜色，对这个颜色。那它这样子上衣加裤子是一套的，上衣加裤子是一套的，所以 CP 值非常非常的高。不好意思啊，定格就是还一张。它那个穿起来就是真的那个很可，就是很可爱，对啊，感觉你真的整个人就是会觉得很甜美这样子。干嘛？不是，我等一下再跟你说。对，所以说它最近就是这样，上衣加这个连身裤，然后后面是这样子哦，后面是这样交叉的，后面是交叉款的。对，后面，然后它本来就是整件都是这样子宽宽松松，所以我觉得这一款其实不太现身形，不太现身形。然后它上面就是这样子比较修身合身，可是它不是紧身，它是比较合身一点的 T 恤，因为毕竟它下半身是宽的嘛。对，这样看起来其实，因为我很喜欢这样子的休闲感的衣服，因为其实你穿在身上比较不会有那种束缚感，就是很束很束，我就觉得很贴或是很怎么样，我会不自在。所以这种宽松感的衣服，其实我个人是蛮喜欢的。然后其实里面，你这个里面你也可以自己搭配你自己的 T 恤，然后可以再搭这个吊带裤，我觉得很好看。就讲很简单。然后它这个长度是可以调整的哦，有看到吗？它的长度是可以调整的，你可以调整你自己要的长度，它是可以肩带是可以调整的。对，肩带可以调整，然后再搭配呢，再搭配我头上这顶帽子，好礼三选一的其中一顶帽子，这个卖得很好，银色是不是很搭配？很好看，对，非常非常非常好看。然后阔腿裤，然后不紧身，所以其实你怎么动都没有关系。然后再搭配刚刚的这双鞋子，是不是就是很休闲，十足的休闲感？来，我们的小帮手非常非常的贴心，拿了好礼三选一，三选一的第三呢。第三拿出来了，这个项链是不是很美？你看，好礼三选一的隐藏版的第三个终于出现了，一个就是我头上的这顶帽子，一个就是刚我围穿的，那边应该有掉。好，没关系，来，我跟大家讲一下，好礼三选一，好礼三选一，来给我们的小帮手拍一下，这样子，这样拍得到吗？周边头上的帽子，然后项链，还有这件三色素 T， 它都是那个，如果是有尺寸有颜色的话，全部都是可以选的。你想要什么颜色，你就选什么颜色。然后素 T 有分圆领跟 V 领，但下单就是那个购物车结账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点选。你只要买一件西装外套，就送给你三选一。没错，好礼三选一，一个是帽子，一个是素 T、V 领跟圆领三个颜色任你挑选，还有一条就是这个微笑项链。你们都是精挑细选爆款。没错，所以就是你只要购买任何一款的西装外套，就可以好礼三选一咯。非常非常非常超值， CP 值也很高。好，对，然后我身上的这一套的衣服，它是一整套的，它是一整套的，就这样子买一送一的概念推荐给你，而且它很好穿。这种衣服我觉得很特别，而且图很漂亮，穿起来我觉得很休闲呢、啊，我很喜欢这样子的裤子，推荐给你们。然后我们现在有1650的专区已经开跑了，有没有人还不知道这个专区啊？大家赶快去看一下哦，里面真的有很多非常超值 CP 值非常高的衣服商品在里面，然后上衣也有，什么款式的东西都有，然后黑妞会不定时的在上面新增东西在里面。对，所以说大家可以去赶快看一下。好，那个1650任选三件1650的专区，搭配黑的帽子是吗？没关系，你可以把鞋子穿穿，因为我要来了。刚刚大家有人想要看的那个铆钉的吊带裤哦，还在吗？还在吗？微微要穿这件衣服出来咯。我来了，等我穿鞋，等他穿个鞋子就好了。好啦，对，很好看，先拍照。对，微微先拍照，我去换下一套衣服。刚刚想要看这一件裤子的客人还在吗？还在吗？你不在，我就要继续讲了。而且好像没办法叫你回来。好，我现在先从
身上外这件罩衫开始讲好了。这件罩衫其实也是跟刚刚我穿黑色那件连身裙一样的意思，它就是一衣两穿，然后它可以像我现在这样当罩衫，然后也可以扣子整排扣子扣起来就会变成连身裙，连身裙。然后你如果是全部扣起来的时候，它有附那个在背后啊，对对，我把它绑起来了，这边，它这个绳子可以绑在前面，然后这边拉，假装这样子，它就会变有腰身了，对，它就会变有腰身。然后这件裙子其实我觉得它很抢眼，它是拍照的话会很显色，很好看，对。如果是对，它是那种就是很有味道的那种橘，它也不是亮橘，对，它不是亮橘，它不是亮橘，有点像比较深一点，但是也橘子是吗？橘子色吧，干嘛洗？时尚橘啊，对，有点像是橘子的那种颜色，它也不会是淡的，但是它很抢眼睛，很吸眼球啦。然后它也算是会蛮衬肤色的，因为像我的肤色其实不太白。不是算太白的，但是我觉得穿上去我好像没有那么黑的感觉，对，我觉得它蛮好看的，而且你看它就感觉，我觉得它当罩衫好像比当裙子好看，呵呵，我觉得它当罩衫比较好看一点。然后再来是里面这一件连身短裤，刚刚有人在敲碗的，它这一件我觉得很特别，我刚以为这是什么，结果它都是钻，超漂亮的，很细的，很闪的那种小铆钉啊。它看你近看，它也不是水钻，它真的就是很亮的铆钉，小铆钉。然后就是这样，背部的地方就会有点闪烁，一闪一闪的，很好看。然后它两个肩带都是这样子。它的肩带可以调整吗？微微？它肩带是。里面是有那个扣子，对，它是靠扣子去调节的。这里，它里面这边是有扣子的地方，你可以这边都有洞，然后你如果觉得太短或太长，这边可以稍微调节一点。好，然后前面的地方是缝死的哦，前面的地方是缝，就是后面的地方可以微调整。然后它做的那个型是高腰裤的型，就它很高腰，我的肚脐这里。我的肚脐在这里，然后它高腰到这里，它是两颗扣，这边有拉链一样，就是牛仔裤的那个基本的那个样子。然后它的下摆这边是有点卷起来的，卷边裤的那种感觉，有点俏皮可爱。对，然后它的那个裤管也不是贴的，它还是有，它是有点空间的这样子，空间就很可爱。我觉得这一整件就是很可爱的感觉。然后我里面搭配的是我们的 T 恤，另外一件，然后它是长颈鹿的造型，就是比较复古风的。对，复古风长颈鹿的。对，这样子很可爱耶，超好看。它这边是不是有点像 V 字的感觉？这也是一个它的小造型啊，一个小造型，很可爱耶，这样子。我觉得就是那个稍稍微喜欢微微高调的女生，这一件就很适合。对，因为它这个钻真的会有点相像，没有铆钉啊。哦，对对对，铆钉，不好意思，因为看到它相像就会觉得它是钻。对，觉得它是小铆钉，它是小铆钉这样子，它不是钻，它是小铆钉。可是它就是动的时候，它就感觉有微亮，很像钻的样子。很漂亮哎，我觉得如果就是你想要一件连身裤牛仔系列，然后又不想要太高调，但是你又想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话，这一件就很 OK。对，你走路的时候你感觉背有点在闪闪的，很可爱。然后我刚刚搭配的这顶帽子，我拿黑色好了，拿蓝的。这顶帽子也是介绍了好几次。它有很多颜色，有很多颜色，你们可以上官网去看一下它的其他颜色，黑白就是都有基本的颜色。然后它前面的 N 是白色的，前面 N 是白色。哎，我那上次下去的时候，我好像有说它其他颜色的帽子的 M 是不同颜色，但我好像看过的，好像是白色的才是黑色的 M， 其他的都是白色的 M， 对，其他都是白色的 M。然后这个蓝色也很好看，今年就是。必备就是要有蓝色的东西单品，不管是帽子啊、裤子、鞋子啊、外套啊，或是像我刚刚讲那个连身裙，然后可以当罩衫的那件水蓝的外套也很好看，今年必备款，好吧？然后我脚上就是搭配刚刚那个鞋子，白色的，我这次穿白色，它就是亮亮有钻的那一双。其实这样看起来就
这边上面就有点铆钉，就看起来很像水钻，然后下摆也是蝎子，有点钻。你也不会觉得其实这样一身感觉就是这个人好像很高调，会觉得我很提花吗？不会啊，我觉得很可爱。对，哪有？但问题是他就是都很有亮点，嗯，很有亮点，不会觉得单调。很好看你，好看。今天吊带裤黑妞很爱，很可爱。他是提花的人，他看到这个应该很黑妞的菜。对啊，是黑妞的款、嗯。好啦，哦，多边今天搭酱也很好看耶，是吧？这一件连身裤之前黑妞也有出去外拍，对，很好看，赶快有现货哦，它非常非常好看，而且很超值，而且我本来这个帽子是要搭黑他的，他把我偷走了，没关系，没关系，对，还你，对，这件呢连身裤我很喜欢连身裤的穿搭，因为它很简单，然后你又不用一直想说上半身要怎么搭配，下半身要怎么搭配，哦、因为它就一组的，对。微微这一款其实里面简单一个束T就可以了，然后搭配一个这样子比较亮点的吊带裤，我觉得就很适合。然后我这一款更不用说啦，其实你根本不用想怎么搭配，你整件穿的就可以走了。对，我有时候帽子会喜欢这样反戴，有一种坏坏的感觉，就是比较不一样的风格，因为这样在外面的气头里那。没有啦，不一样的风格。对，你可以就是你要反戴或者这样戴都可以。嗯，对。然后像刚刚这件，我身上还披了一件小外套。我刚刚想说这件是什么，结果还可以这样披。它是一件小外套，家里有小外套的人呢，其实都可以把它拿出来了。我们这一款有没有针织的外套？它有三个颜色，有三个颜色，白色、杏色跟黑色。那我示范的呢是黑色。那因为其实现在天气你进出冷气房稍微会冷一下，我又穿短袖的，所以其实我会想要带一件。小外套在身上，那有时候在身上你包包可能就不想要塞包包里面，你就是可以直接像这样子披在身上，有没有？颜色是不是就搭得很好？那你冷的时候你就把它拿下来穿，然后你热的时候就这样披在上面就好啦，你不用放在包包上面，你手也不用拿，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然后这一款的连身裤呢，其实它就是做那种比较那种工作服的感觉，对 对，然后它其实长度是长裤，是我把它卷起来，因为我觉得卷起来的感觉比较好看，对。我喜欢卷起来的，所以大家如果以前有看到我的，应该都知道我这款裤子都是喜欢把它卷起来。对，我帽子不要戴好了。对，我是喜欢把它卷起来的。然后它的袖子就是短袖的设计，然后前面就是用扣子嘛，一颗一颗的扣子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所以你穿脱就扣子打开，你就可以上厕所啦。那你还有一个，这边还附一个腰带，你绑起来之后是不是就是腰身就出来了？是。那你也可以选择不绑腰带，你也可以不要用，就会稍微比较宽松一点，宽松一点，不一样的感觉。看你喜欢比较这样休闲，休闲宽松感，还是你喜欢这种比较休闲，但是又带点合身感，就是比较不会看起来那么的胖。因为如果你没有腰身，当然相对看起来就是比较没那么瘦。是因为有些人就喜欢这样穿，因为比较舒服，没错啊，比较舒服的感觉。没错，没错，没错。所以看你想要腰带要比较细跟不细都可以。你不细就把它拉出来，它就没有腰带了。对，那如果你要细的话，就像我刚刚这样子把它绑起来。对，绑起来这样子，腰身就跑出来了，腰身就出来了，对，就很好看。然后又加上把那个裤管卷起来，然后搭配一个我们就是卖得很好的鞋子，这双鞋子很好看耶。方圆，你要脱鞋？没有，刚刚前面没用好，这么熊哦，然后就是这样子。不是抖的，就是熊。对对对，大家都注意到了。你回去直播可以看一下。啊，不要不要，我觉得有点好笑。对啊，所以就这样子，我觉得我们两个这样子今天的这种穿搭，就都是宿舍上面，然后再带一点亮点。对，都是那种蓝色系列的，可是就是这样搭，我觉得就很好看，然后很简单，很舒服。对，因为现在可能就是大家都比较偏向喜欢休闲风格。对对，因为当然是休闲风格，不想要穿得太正式啊，或什么的。对对，然后就是可以跟我们一样搭，其实我们都帮你们想好了，你们可以这样子搭配，你根本不用想，你就这样买回家就好了。那如果你家里自己有单品的人，你可以把主要的东西带回家，然后再配你家自己的东西，这样子我觉得也很好玩，就是衣服这样不一样的穿搭混搭的感觉，对，也很好看。像主要单品，比如说像伟伟这件吊带裤，那你家里自己有比较，你自己觉得有比较好看的 T 恤，你就拿你自己的衣服这样搭也可以呀、啊。对啊，单品买回家，那你可以自由。
搭配都很好看。而且你们一定要把握，就是我们有在做活动的时间。没错，因为你看这样搭一搭，哎，你用便宜的价格，但是买到好几样商品那种感觉，而且你又可以在家里搭得很开心，就我觉得很棒。就像任三件1650专区一样，或者是买西装外套好礼三选一的概念一样。对，这些活动呢，我们说停就停，那现在都还在线上跑。那大家赶快去做挑选，赶快去下单，因为都很超值，东西都是非常好的东西。对，而且一定要帮我们按赞加分享，下礼拜二还会再抽一个1000块出来购物金。对，购物金哦。对，大家赶快去帮我们按赞加分享，下礼拜二中午12点抽出1名购物金哦。是的，没错。那我们今天直播应该就差不多了。差不多到这了吗？还是各位有没有啊？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是想要看什么衣服的？有问题的都可以传上来，因为我们现在刚好还有多一点点时间，可以给你们看你们想要，可以穿一次粉红色、粉色外套，粉红色外套。你不介意我们随便？你穿一下好了，因为我怕不适合。对，你的颜色粉不太适合，我稍微套一下给大家看。你可以想象一下其他的你自己要穿的里面的东西。对，我们是稍微套一下给你看而已啦。对。粉红色味道很美，真的真的很美。粉红色，对，很显白，它非常显白。显白，其实我刚刚想说，你干嘛一直骂我显白？显白什么？其实我个人除了这么喜欢橘色以外，这个也很好。其实我第二个很喜欢的颜色就是粉红色，因为外面很少看到这个颜色。它这个粉不是让你很。很奶油的那种 粉，很荧光的那种粉，很柔和。对，它是那种浅粉色，对，粉嫩色，所以我觉得这个粉是很美的那种。耐看型，耐看型。不要害怕它，不要害怕。你搭配洋装，然后搭配裤装，搭配裙装都很适合，很好看。对，这一款真心推荐给大家。单扣两个口袋。佩妮那时候带去澳洲有拍啊，它里面还加迷彩的裙子呢，啊、我记得迷彩的短裙，哎，也很好看哦。很好，对，所以我们家西装外套都很百搭。那西装外套是现在一件1680，对，这一款是1680，好礼三选一，赶快去做挑选，真的很美，对不对？你们还有想要看什么吗？真的，劝拜下去，很美。这个粉真的不会觉得，你不会不敢尝试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粉应该算大众都还能接受的颜色。而且微微的肤色其实跟我比的话，它是比较偏，它是比较白的，我是。对，可是你看他穿了这个外套上去之后，其实他整个人就显白起来，肤色就显白起来。拨什么头发、啊？没有，我在看着我的肤色跟粉红色的那个。来去买，赶快去买，去买，去买，快去买哦！买起来哦！他说来去买，赶快买，真的这个颜色很推荐。对啊，因为很多人可能怕说照片上跟食品可能会有些落差，但我们就直接穿，我们直接穿给你们看，颜色就是这个颜色，就是这么的好看。对，然后重点是可以显白，很衬你的肤色。我觉得它这一款有六色，有六色，就在后面这边有六色了。对，有没有想要看橘色啊？然后还有一款我也真心推荐给大家，其实这个棉麻的材质比较符合，对，棉麻的材质，然后其实它也是比较，如果你真的想要符合比较夏天的话，其实就是这一款。那你真的喜欢西装外套的话，其实如果你拿这一款不用选了，你就直接拿灰色，因为灰色其实是最百搭的，对，然后它真的很实穿，因为相对的这两个颜色，其实我也比较喜欢灰色，对，灰色很好搭。哎，我看看我搭灰色，我不知道，我穿给你们看。因为它的材质是棉麻，就是很适合夏天穿，对，很适合夏天。然后它又不像，就是可能这样，这个就是一般西装布哦，西装布的材质。然后这个是棉麻的材质。我决定要直接换橘色给大家看。好啊，我穿这个棉麻怪吗？我不知道，我只想穿给你们看。橘色也很好看。对啊，就是这个颜色真的很好搭配。然后后面是这个棉麻的这一款，是后面是有做开叉的，对，然后很舒服。然后它袖子很特别，袖子可以卷起来，然后它是那个条纹的设计，就这样子，很好看吧？但是伟伟现在身上这一款袖子卷起来是没有任何的图案哦。对，这个没有。对，这就是里面就是橘色，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他穿的我最爱的颜色。对，为什么？因为你看他穿起来就是很他也很显白、欸。对，我觉得这件好显白哎、欸。一开始就是我觉得西装照不用。再选那种黑白，其实就安全系列的色。我觉得你可以选一两件，就那种比较跳的颜色，可以外出穿，你也比较好多搭配的那种
其他的感觉，而且让你显白，肤色看起来会比较、嗯、比较漂亮。对啊，对，较气色，气色比较好。其实你这样穿起来之后，嗯、我觉得你的脸部好像比较。亮一点点，对，比较亮，它就是那个都，因为这个橘也不是暗橘色，它也是珊瑚橘吗？对，算是对，蜜桃橘，蜜桃橘差不多，就是也是跟粉色一样，就是看起来都是很柔和。我很喜欢这颜色，赶快买回家，它很好看，真的。赶快，刚刚那个买粉红色，要不要连橘色一起带走？我相信这个你应该也是喜欢的。你在好礼三选一，可以去好礼三选二喽。如果你买两件的话，对啊，很好看啊，真的很推荐你们西装外套，今年一定要买。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那请大家记得帮我们按赞加分享。下礼拜二中午12点会抽出购物金1000元一名哦，祝你中奖哦，祝你中奖。好啦，那我们下礼拜四直播见喽。拜拜。